迎参加全球食品合作伙伴举办的企业非农养鸡蛋培训项目。我是艾米拉，将会带领大家完成此次培训。首先介绍一下全球食品合作伙伴。我们是一家总部位于新加坡的咨询公司，与食品和酒店企业合作，帮助其制定并实施动物福利和负责认采购的目标。